也有，地面移动速度也很快，选手这个速度也不慢啊。嗯、看这个单击，张伟丽一脚踢在对方，你看摔倒了，摔在了空中，抽出来一只手。在这个空间，相信张伟丽应该不会这么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的直播世界极限格斗大赛，感谢中松接下来昆仑决每站的赛事行程跟大家做一个预报。好，我们来进入第二局的比赛。哦，两人一开局就连续换拳啊！种族这种凶悍的这种大白拳啊，腰没法发力。你看，哎，肘击，肘击，好，啊，哎呀，这力量太足。叫颈部之外呢，还能转化成尖锐打手的，对，进行地面砸击，连续的肘法，连续的肘法，做铺垫，对。莉莉亚的转化也很快啊！哎，要做三角脚的，没有搭上。也有几下确实砸到很多女子比赛的。啊！高边腿，高边上头，哇、哦！哎呦，这高扫特别的准。啊，你看，当起腿的时候，对方的意识正好因为抱腿呢，把自己这个手臂的防护。KO 获胜 ，and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one by knockout。